感恩您点击我的视频。今天我们来做小南瓜蒸香菇肉丁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南瓜和香菇肉丁一起蒸熟，简单美味哦。赶紧关注我顺手收藏食谱了，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。现在就开煮吧，蒸小南瓜鸡丁。材料有鸡柳、香菇、小南瓜。香菇洗净切粒，南瓜用汤匙挖出南瓜籽，鸡柳切丁，倒入香菇粒，调味料一茶匙蚝油，一茶匙酱油，一茶匙盐，一茶匙胡椒粉，一茶匙鸡粉，一汤匙玉米粉。馅料填满南瓜凹陷处，上锅蒸熟就可以了，大概蒸20分钟左右。筷子容易插入就代表熟了。可以开吃了。南瓜软糯香甜，很好吃，鸡肉这样蒸鲜嫩多汁，一点也不油腻哦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。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也别忘了要关注哦，怕您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哦。
我喜欢简单食谱，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也一定要简单，可以快速完成。毕竟每天的事情已经这么多了，对吗？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，中午是中文视频，晚上8:30为英语版本。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，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，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。